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，这是一条初来乍到的五灰小公狗，老梁啊，把个手伸过去看看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马上就跑掉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，这条五灰小公狗的警觉性是非常的高的啊，特别的是对那个陌生人啊，没有那么容易把它抓到的啊。但是它养熟以后啊，对主人的话，这种狗是很听话、很忠诚的啊。大家看一下。初来乍到就敢欺负这条五红小狗了啊！现在应该还没有鸟痛，如果鸟痛的话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五红狗的性格就是比较沉稳，因为没有伤到皮毛，所以没有生气。五黑狗这种行为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不知天高地厚啊，但是胆量还是超好的啊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